啊，继续。观音蛋，哇，6多蚊。哦，呢鱼肚饭。仲有6多30分鐘。video 唔够，唔系，对唔住 ，memory 唔够 ，memory 唔够，所以翻片，行翻原路啦，行翻原路，我行快啲，十位 ，no， 唔行十位。当跑步啦，流离看看这世界，嗨，都唔该怪我啊！可以封路，唔通你叫我游水过去咩？我着咁厚嘅衫，真系啊！原路返回，唉，封路，唔係，唔緊要囉，當睇風景，此時此刻似風景。啊，仲有17%电，仲有17%电。唉，爱秩序公园、爱秩序湾通唔过海西湾河嗰边嗰个海皮。其实海皮同爱秩序湾分咗嘅，问就系佢用个水马隔住咗，唔通游水过去咩？真系啊！唔紧要啦，咪当散下心咯。
此 video 拍摄是由小关本人所拍摄的，因此此版权是由小关拥有的。边个是小关？认住我的把声就知道我是小关啦。好、哦。Let's go， 继续。呢度太多蚊啦！拎住呢只鹰。认住呢只鹰，好重嘅海水味道。佢講緊即係話2月1日今日星期五，2日、3日，哦2月4日年三十晚除夕夜，2月5日年初一，2019年豬年。今日就係2月1日星期五。你睇佢跑到冇路啊！而家返回。离开黄色界线，爱勤道令到我爱勤道令到我想起一句说话，勤政于民。爱勤道香港海防博物馆，有咩意思啊？你封咗路唔通游水过去咩？真系啊！哇！咁高嘅嗰啲楼，东区法院大楼。
啊！去嗰边，决定去嗰边，嗰边可以去海皮，因为依边封咗路嘛，嗰用水马封咗路，唔通真系游水过去咩？系啊，依边封咗路，而家去依边。本来想食完饭先翻屋企，啊！我又惊阿妈妈妈闹我，哇！屋企有饭食，点解要出去食啊？哦，电力不够啦，仲有5%。Oh my god！ 唔系嘛？睇嚟下次要嚟多一次咯，冇啦。佢4%，唉，真系啊！哇，仲有3%，康通村向前走晒，再转弯，再转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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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到海皮噶啦。不过有个游泳池，唔知道有冇充电器咧？希望有啦，唔系下次又嚟过啦。游泳池。看有冇得充电先。我操！糟糕糟糕！有2%的。我操！哎呀，今日1%电啊，今日拍唔到海皮。The end。